迈向全国赛，这是最后一里路。桃园42所学校130多位学生利用假期来参加，桃园市长亲自来加油。这个最后的 PK 赛全力以赴，我相信哦，这个可以让你们得到更大的收获。平常喜欢打电动吗？平常打电动跟这次 Pokemon 电动有什么不一样？一个可以学到东西，另一个没办法。学习方式变得有趣，再加上竞赛，更加有挑战。阳明国小是有备而来，一举拿下冠亚军。去净滩，我会把回收纸把保特瓶上面的东西撕掉做分类。争取水资源，那些很生活化的，我就会觉得就是会再次强化他们的一个心理的一个概念。那很难的那些题目，他们就会拓展他们对环保的一个新的知识的领域。场内比的是知识，场外看的是实作。有好玩的游戏，有美丽又实用的装饰品，全都是回收再利用。最特别的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给大家看，它是竟然用保特瓶去做的，大家一想不到吧？就是使用纸箱，然后把外层剥掉之后，内层就是另外一个这个造型。打开孩子们对环保的视野，也为未来的地球种下希望的树苗。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桃园综合报道。